今天呢有一个特别企划，那就是我来体验一字女仆。但在体验之前呢，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女仆文化。女仆文化呢是源自于日本，那更确切的来讲是日系动漫女仆文化。那在二次元世界呢也非常受到喜爱，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体验一字女仆。但是今天不止我一个人哦，我还邀请了一个日本友人，那就是 Kao。欢迎 Ka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桥家房 Kao。请多多指教。耶耶 ，Kao 是日本人，那你之前有去过日本的女仆咖啡厅？还没去过。哦，那刚刚好哎，今天就要来带 Kao 一起来体验一下，但是不是当客人，是当女仆。好的，不多说，我们进去喽，走。耶、yeah, ，这位呢是我们阅读的女仆柳一。你好，超级温柔的，很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今天呢，柳一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的协助女仆。那在这一次体验之前啊，刚好来访问一下柳一，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女仆文化比较陌生，刚好就让我们的朋友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。好，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触这个文化？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日系的文化，然后就有一次跟人类世界的鹏鹏一起去女仆咖啡厅用餐，然后很喜欢那个环境，但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朴素，没有办法尝试。然后就喜欢上了那个氛围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环境很温馨、哦，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族群都可以进来这个空间，很喜欢。那我开我来问一个，里面的日文非常好，你去过日本女仆咖啡厅吗？有，我喜欢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，所以也是因为去到那边就更喜欢吗？也没有，因为我是有学一点点日文过，然后就是之前有去日本玩。然后就去日本当地的女仆咖啡厅这样子。哦，原来对对对对。那女仆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？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因为身边的同事他们都长得很好看，然后就是以前可能妆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比较朴素。那因为他们长得很好看，我也会想要尽量的，就是让自己越来越漂亮，比较精致一点点。有啦，柳一非常的可爱啊，相信大家会很喜欢。没有那想问一下，看我刚好还有一个问题来给你们问。哦，你喜欢日本吗？我喜欢。哦，你喜欢 anime？ anime 日本 anime。哦，大好き。オタク。オタク？嗯，阿宅。哦，宅圈文化，宅圈文化。我翻译是对的吗？没关系，应该是对的。来问一下好了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班的心情吗？第一次上班跟现在应该差不多一样，很紧张。现在让你回想起就是第一次上班的感觉。对。不会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就像聊天一样。好啦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新手要怎么入坑？尤其是像 Kao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边、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快速的了解？其实就是抱着一般吃饭，然后喝喝饮料，吃吃点心的心情，一般来用餐就可以。那如果觉得很紧张的话，可以点一些，就是譬如说，有互动魔法的，就是譬如说餐点可以画盘。那女仆就可能有更多机会跟你就是聊到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之类的，或者说会问主人说，哎，你画画有什么喜欢的吗？然后借由这个机会，然后打开其他话题这样子。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比一般你如果只是去吃饭一样就还有趣，因为还有人跟你聊天，然后放松心情，就是日常聊天那种感觉。就是譬如说喜欢讲干话的主人，然后八加九，我可能就会跟他讲干话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但那不会太低俗。这边蛮有趣的，就是有工程师的组，然后有一般的大小姐，然后也会就是有学生，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推一下，哎、欸，你去按门铃啊，你去按门铃、好可爱哦，对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但因为我们的话，就是有一些主人他们可能误闯这个世界，他会自己打开这样子，也不算融化他们吧，他们会觉得很好笑，就是跟我们聊天。
比如说哦，你们就是几点下班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们说、哦、我们就是主人不可以等我们下班啊，我们就是怎么回家，就可能从那个电视啊、魔法大门之类的。他说，他们可能就会说，哦，你在楼下堵他就好了。Oh my god！ 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说不行，主人这样会被抓走，不要做一些违法的事哦。好，那待会呢、我们也要先进行教育训练，值钱的教育训练。对，待会我们会先换装啊。哦，要来换装了，我、期待。那我们就去换装咯、走。练习那个 O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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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i Masai Masai 的书籍上，明明中文就是主人欢迎回来，怎么这么长 ？Oka Eli Masai Masai Oka Eli Masai Masai 的书籍上嘛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就是。亲跟我们的开口酱就是来练习我们今天的英文语。那首先我们的英文语呢是一串日文，就是欢迎主人归宅的意思。那日文的内容的话是 OK りなさいませ，告诉进什么？要一起练习吗？必须要练习的吧？好长哦，我再讲一次，来慢一点。OK りなさいませ。OK りなさいませ。告诉进什么？告诉进什么？对。我们一起念一下啊，最正确的讲法。哎。可是我不是日本人呢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可爱的，可爱的，好。那日文的英文语的话，欢迎主人回家嘛，那就是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ご主人様。好，我们卡后示范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ご主人様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可以再提示一次吗？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ご主人様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、ご主人様。还有送门语，送门语的话是またお越しをご主人様。哦，每一句都这么长，这样子。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、ご主人様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他们说了什么啊？我刚一句都没听懂。怎么再一次？またお越しをご主人様。再一次，再最后一次来。またお越しをご主人様。买的又是什么？耶耶！主人一定会再来的。好的，主人要再来哦，艾克来哦。那基本的女仆的话呢，我们还要就是会帮主人画上她的专属画盘，然后以及就是帮她的饮料施上好吃魔法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练习，就是怎么样画盘跟施魔法的部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画盘的话，不会画画怎么办？不会画画没关系，手把手教你画画。那、我也不太会画画。哎、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好，那待会一起练习，而且还有好吃魔法哦。欢迎大家欢迎，我是警察妈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学习一下怎么画盘。那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老师非常的敬业，他是跪在这边教我们的。一般的话，女仆是不会坐在主人旁边，或者是对一起用餐之类的。我们是会在旁边帮主人画盘。那因为今天小青跟待会讲是要就是练习，所以我就先让你们当学生。学生的话是上课要乖乖坐着的。好的，今天就来好好学习一下怎么画盘。首先呢，画盘上面会写上我们的店名。好好可怕哦，小林斗哦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
还蛮难的哎，很忙。对，哦，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穿的比较漂亮啊。盘子上画上什么样的角色，或者是可爱的动物，狗狗、猫咪或兔子都可以。有图片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画，就是看就是主人会不会介意我们画得很丑这样子。主人会介意吗？对，只要你们觉得你们的梦不会被我们摧毁就没事。反正这里也是梦的合作。是。画布最难是什么？那个小夫我要进来了那个。好，那再重启。我没有画过那个清明上河图。真的画这个？那你怎么画？你写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吗？就是主人可能会拿就是图片来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按照那个图片画，但就是简易的，不会画得太复杂这样，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就是维持其他的桌边服务这样子。有主人喜欢的动漫角色啊，或者是他喜欢的演员之类的，然后可能会询问我们说可不可以画他的 Q 版人物之类，或者是他的二 D 的图像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有一些女仆画工很厉害，就是然后我们北侧店也会有执事，然后他们执事也画很厉害。他们甚至连就是韩星还是什么，就是周星驰的电影，他把那个图整个人画出来，超强的，好厉害哦。好啦，轮到我们了。今天你们想要挑战什么呢？画自己的生肖吗？画自己的生肖，我觉得这个会大家去翻我多少岁哦。啊，对，那说到这个，我们女仆的话是不能告诉我们自己的年龄。不能说的，我们永远都是很年轻的。我们的设定是3000说的。那不然我们画兔子。好，画兔子。兔子哦，兔子哦。OK。好，兔子，那我们就开始画咯。你们想要画怎样的兔子呢？有规定一定要怎么画吗？没有，那其他的话可以自己装饰。OK。好。OK，Rabbit，Rabbit。OK。乌萨基，乌萨基，开始。好难哦，因为我的耳朵比较大。真的好厉害哦！我不可以，我没办法。魔力魔力魔力。Muscle Rabbit。哇！很厉害耶！很厉害呀！换我们，换我们了，换我们了！来来来。我开始觉得有点变形。蝴蝶结，我在考虑要不要给他手哎、欸，不要了，给他连起来。给他很多个爱心。歪掉了。你变成猫了吧？Nico，Nico，Not Rabbit。Nico。在这不，在这不，在这不，还有什么可以画？想不到了。好，我们画完喽。来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老师的评比时间。老师来帮我们打一下分数。101分。101分。对，超过100分。老师超给力啊！老师，因为你们的比较梦幻啊，我的有点奇怪，猎奇猎奇。不会，老师的是这种小兔子，不是不是，这不小，老师的是大兔子，但是非常有力量，而且还帮我们乐天加油。那我的呢是可爱的小兔子，还有带蝴蝶跟萝卜。好，你不是你的是 Nico 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猫，是猫是什么？乌萨基是猫，是它的也是三只兔子，完全长得不一样，但是都很可爱吧？可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现在画完盘，待会呢，我们要准备要来送餐点给我们的主人了。对，但是我们待会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课题。我们除了这种炒面面包会有圆盘画盘以外呢，我们其实还有蛋包饭上面也会画画哦。所以我们待会会挑战在3D 立体的蛋上面画画。好，那待会继续加油，加油！哇，这是阅读的蛋包饭，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我们现在呢就要送餐给我们的主人们喽，走！主人，我们来送餐了。主人，这是你的餐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帮主人画画喽。主人，你有没有什么要画的？喜欢什么图案或者是动物？
皮卡丘，哦，我太凶了，对不起。你皮卡丘，好的，我来帮你画一只皮卡丘。好，我先画，待会卡火再画。来，皮卡丘是吧？哦，不，我们要很敬业。皮卡丘，我请问主人，我可以拿过来一点吗？好，皮卡丘是吧？好的。我好懂哦。皮卡丘应该是长这样，没错。好的，主人，我完成了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哎，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哈？可以哈 ？OK， 好 ，OK 了，主人 OK。那我开心，爱心。哦，耶！还有一个 ，Hello。你喜欢吗？哦，可以，谢谢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卡猴画完，然后旁边有人鼓掌？我刚画完，没有人鼓掌。谢谢。虚荣的我，没关系，可以，我需要。的主人画好了，好好享用。等一下，哎，画完了餐点，最后还会有一个好吃魔法的部分。好吃魔法？对，就是会把主人跟女仆们的猫猫事情注入进去，主人可能吃完会比较开心。好，我们要来施魔法了，是吧？对，那我们魔法的话，咒语我们就四个简单的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比爱心。爱心，おいしくなれ、おいしくなれ、萌え、啊，啾！好的，我们要试一次吗？是我直接试吗？对呀、啊、，OK， 一起施魔法，せーの，おいしくなれ、萌え，啾！好吃，住！好嘞，你可以吃了，很好吃哦。好嘞，刚刚日文的魔法已经挑战完了，但是卡后是日本人，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太简单了。我们要让他来挑战的是台语版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，可以可以。好假龙，好假金假就好假，好假哎，很难呢。好假。露后甲、金甲、后露甲、好多甲是吧？就后甲，金甲、就后甲、就后甲 ，yes。你喜欢什么？好，那爱心，耶耶，鼓掌。施魔法开始，好甲金啊，龙好甲，好甲龙好甲，金甲龙好甲，耶！对吗？可以。OK， 谢谢。喵喵 ，biu biu， 我是去哪呢？我爱 Q 猪肉。好的，谢谢。要好吃魔法，好吃魔法。おいしくなれ。萌え。啾！我是日本人。差别待遇，我那边萌え Q 的时候，没有人要给我鼓掌。卡好一做完，他们在那鼓掌哎、欸。我这边都注入了，没有人理我。可以鼓掌一下吗？来，鼓掌。我很虚荣，对，我需要掌声。没有，但是今天很感谢大家，就是特别来这边玩啊，因为也有他们，我们才能就是送餐给大家，以及就是我们可以施好吃魔法给他们喝酱。
好，我们刚刚也送完餐点了，然后也体验完魔法咒语。那听说这边是不是有表演啊？对，我们成为一个合格女仆之后呢，也会有一些女仆会准备自己的精心演出。对，那像是有一些女仆她可能会擅长唱歌或者擅长跳舞，那有准点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现场演出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客人是可以，就是想要表演什么，他是可以点的。对，他可以询问，哎，就是今天如果想看表演的话，就询问，就是哎，小琴会不会跳了？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收你们的演出这样子吗？哦，对，那我们可能就会帮他做登记。原来是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呢也带来一个表演要送给大家哦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已经表演完了。那听说女仆咖啡厅里面有一个特有的文化是吗？对，我们有一个拍立的文化，就是我们如果主人今天想要支持这位女仆，想要给她加油打气的话呢，或者喜欢她今天的造型，就会点选一张拍立得，那可以选择合照或者是独照，那我们就会纪念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刻。那我们就要开始拍立得合照喽。好的，今天的一日女仆体验顺利结束。卡火来分享一下今天当了一整天女仆的感觉。我很高兴，穿这件衣服。我不知道台湾也有这家店哦，所以我的美好的回忆哦，又加了一笔哇，很棒耶。卡火，我们刚刚在换衣服的时候，他就有跟我分享说，他真的非常想要穿上女仆的服装，所以他超开心。那我自己呢，也是第一次来到女仆咖啡厅里面体验女仆。虽然说之前的表演是有穿过女仆装的，但是第一次来当女仆就会感觉到很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这个职业，你不只是要漂漂亮亮的，你还要送餐，你要帮客人画画，你还要会有一些才艺，不管是唱歌跳舞。就是其实没有像大家看到好像光鲜亮丽这么简单，那跟我们啦啦队就是比起来其实都一样，你要有着可爱的笑容，灿烂的笑容，然后你也要面对很多的观众或者是客人或者是球迷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辛酸。好啦，今天一日女仆体验呢也成功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哟。好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小家房高火，我是日本人，你们知道吗？ OK， 谢谢。我的爱好是跳舞，我三岁开始学习跳舞。我有 IG account， 你们 follow してますか？ Please follow me and 还有5秒，谢谢。我非常喜欢台湾，谢谢。陆小琴有多乐子频道，耶、yeah!